And w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no matter what language, no matter what background, regardless from where folks came from, that they have access to our funding. We really want to democratize access to civic engagement. We want to democratize access to philanthropy.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建设补助金项目。因为2020年的新冠疫情袭来，我们的这个补助金项目被主要用于疫情期间解决大家所急需的问题，像是食物短缺、身体以及心理健康，以及青少年为青少年和老年人提供服务。2021年的时候，在这些紧急救助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恢复了对于各种社区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持。而2022年接下来的这一个拨款周期，我们也将支持各式各样的社区建设项目。所以说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的申请者可以申请我们这个补助金项目。第一条就是要求年预算不超过15万美元的由社区居民领导的组织。如果您是作为一个公立学校进行申请的话，是没有这个预算限制的。我们对于组织的定义非常宽松，您不需要拥有501c3非营利组织资质，也不需要被任何的机构或是个人认证成为一个组织。您可以是几个邻居大家在一起解决街道的垃圾堆积问题，也可以是为青少年提供科技培训的家长和老师。我们还支持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所以无论您是刚刚萌生想法开始起步，还是有了稳定的结构和资金来源，但仍然需要一个资金安全网的组织，都可以申请我们的补助金。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想再强调一下，我们是不需要501c3非营利组织资质来申请我们的补助金的。您的项目需要在纽约市的5大区以内进行开展。希望您的项目能够展现一定程度的社区成员的参与。个人的项目，由单人申请的项目是不符合我们的申请标准的。我们还不能够支持，不能够宣扬宗教或政治立场，以及不支持兄弟会以及姐妹会相关的活动。我们现在这个社区建设补助金项目已经开放，所以如果您对它感兴趣的话，请打开我们的这个补助金申请网页去填写申请。您还能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一份常见问题列表，也会对您的申请过程非常有帮助。这个列表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所以你也可以阅读中文的信息。如果您曾经申请过我们的任何补助金的话，我们会在社区库中为您的组织匹配一个专有身份号码 Unique ID。详情希望您可以参阅这个常见问题列表，以及我们的申请的第一个界面是一个确认您是否符合补助金条款的调查，所以也请仔细填写。